让我们看看这个发售就直降100的笑星星云。这立牌是懂玩家的呀，模型零件不是很多，小 MG 的水平吧。蓝色和金色为预涂装板件，说明书的拼装逻辑和零件示意图还有进步空间。整体造型挺帅，有天使的影子， 3M 的孔洞也是可以搭载很多通用的配件，能看出这应该是一个想要厚积薄发的厂家。快上线的同步游戏和身上插孔应该都能看出有布局的意思吧。你们觉得这样的模型200的价位你会买单吗？我们评论区见。